諗方法或者諗啲技巧去做到嗰件事，真係真真正正著到上身而用到，或者係喺舞蹈員或者表演者上面係喐動到咧。其實呢一樣嘢係我哋業界而家我哋最主要其中嘅一個事項上面。因為依家啲學生都比較幸福啦，喺學院入邊係可以學到好多嘢嘅。咁其實佢哋即係當然我哋做 theme park 嘅就好需要呢啲人啦，即係熱愛 costume 嘅人係同唔係好清楚嗰啲咧係爭好遠。佢哋可以由即服裝員開始慢慢做起啦。咁當然啦，譬如如果你中意做設計嘅，可以再修讀一啲設計嘅課程啦。因為呢個課程咧，可以俾佢學到好多基礎嘅一啲technique 或者資料嘅。咁因為做設計師唔係單單淨係我畫畫咁樣就得嘅，咁係要對做衫啦同埋布料係有相當嘅認識先可以做到嘅。咁我覺得呢個課程係可以幫助到佢哋咯。前景係好嘅，因為其實唔係淨係 theme park 或者舞台係需要服裝嘅，因為而家好多商場嘅 show 啊，或者其他大型嘅節目咧，其實都需要服裝嘅。咁所以其實讀咗之後，係有好多範疇方面嘅發展咯。我覺得咧，佢哋其實只係讀嗰兩年啫嘛，係咪？兩年佢可以做到一啲咁樣嘅作品咧，就其實已經係好好噶啦。如果他能夠有機會去跟其他在舞台上面的工作的不同的崗位合作，他們的發展會更加多元化咯。首先這個 course 也有很多吸引的地方，我都覺得因為都教了很多technique， 令到他們可以見到不同的效果，都有不同的方法去得到去做到出來的。至於到他畢業的時候，他可能見到一些新的設計有不同的方式是怎樣要求的話，他都可以沿用他讀的東西，然後就再 develop， 就學以致用這樣。